冬季联盟将在周六开打，中职联队首战将对上日职东军，中职派出黄子鹏先发。对此他表示，因为以前都是先发投手，所以蛮熟悉这个位置。黄子鹏扛下首战先发，自己并没有特别的想法，就是把教练交代的任务尽力完成。黄子鹏表示，自己的心态没有差很多，就是换个地方投球，还有很多外国的打者。黄子鹏未侧投，他进入职棒后，教练建议他可以有不同的出手点，这样球才会有多一点变化，因此他没有一定要侧投或是下勾，而是要找出自己的独特性。亚冠赛时韩国队先发投手林启应就是侧投，当时他让中华队打者一筹莫展，而且就算碰到左打还是表现很好。黄子鹏表示会钻研他是怎么办到的，并且学起来。新闻授权来源 Nomus。